才去啊。你们好笑哦，有时讲话也是。还有很多还没有回耶，今天小的。老师啊，华语老师邓老师，他去肯大上课啊，所以明天没有补习。
样多字。真的，你买家私有些他们有送的，这种床巴利亚的几十块不了的。买家私有送，问题都没有买东西，送什么鬼？小便宜。啊，那天回来他就讲了，明天我又有钱了喽。哦。那是我们买家私，那是我们买家私，我弄的不是送啊，枕头抱枕。那个什么 MS 设计的，我不懂那么多，他都讲到不清不楚了。现在要投票的那种，又换什么鬼的灯？根本是的嘞，还要换政府了。哎，但是马六甲哦，去年才投哦。马六甲没有钱。没有钱啊？但是我确认我的名字，我跟你一样，我跟你一样的。什么叫跟你？我这是同一个地方投票，有下一届啦。你不懂，现在自动成为选民了，18岁以上就自动。不用你注册。苏格利亚，大家了，哟，这个卖什么的排队哦，那是人吗？马来人的，排队耶。这个的面包也是好吃。吃油条，要我就买多，不然